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看到大家搁转来，啊，那话足久无看到，啊，今麦。伫这个所在，搁看到，所以啊，大家心情拢真欢喜，啊，搁听到咱的演讲者来咧，甲咱讲，秘书长也咧交代，咱念的要执政啊。咱大家拢是决策者，拢是咱民政府的官员。阿伯啊，要做计划，啊，要做监督，拢爱了解啊，这个问题啦，成本这个问题啦。咱无爱互人讲，恁甲流氓政府有啥物差别伫咧？有啥物无共款诶？咱爱做甲互人民讲，的确无共款，确实无共款。希望大家来遮上课。爱有这个心，以后咱要为民政府对咱未来的台湾的人民安怎奉献，要安怎做了甲足好嘞，互因会感动。安尼，咱大家伫遮咧上课，才有意义啦。安尼对啊，唔对啊？足感恩啊！大家有这个心，所以咱一定成功。啊，咱今嘛感谢大家过来参加啊，所以咱今嘛的重点时间足宝贵的，要来介绍这个。公共事务甲成本这个观念，啊，时间上我会有诶讲较紧，有诶，然后带随身带来，会使拜托咱诶服务人员，咱诶同心甲咱扩转去，啊，然后转去慢慢啊看，然后问题啊，咱才过来探讨，吼，应该我。拜六礼拜，拢会伫咱啊中央啊这个所在啊。好，咱即卖来看，咱要甲大家介绍的，要互了解，就是要了解什么叫做公共事务啊。咱也会提一挂简单的例，互大家知影。啊，佮要来了解讲认识成本。啊，都爱来管理这个成本，这足重要的。安怎重要？你要经营企业个同款，吼、哦，有诶经营家庭诶开销啊同款，有诶人赚啊。一个月我赚要三四十万，伊感觉钱无，那用遐紧，那念的都无钱。啊，有诶赚两三万，伊讲伊我过了还可以，是安怎？这就是爱了解成本，啊来管理成本这个问题，啊甲成本管理的。重要性也要予大家知影，
吼、哦、啊，过来了解讲啊，成本的概念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较简单啦吼、哦。啊，甲第五点就是讲，这个啊，那有诶无上过啊，成本会计、管理会计人，较无了解啦。虽然伊是商学院毕业的，啊，伊讲啊，我都管理会计是先修，你若毋是会计系，有诶先修，啊，所以就第五这个部分啊，有诶就较无清楚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要互大家甲咱较关系，咱后摆啊做决策，啊，做计划，做监督。做控制，哦，拢爱了解成本啊效益的原则，成本效益的原则一定爱了解，因为这甲咱相当有关系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因为咱一定以后咱啊执政，绝对无迄个蚊仔馆的啦，文字馆吼。哦哦，伊个讲哦，各乡里啊，拢设一个活动中心，啊，拢咧关什么？关网啊，迄是来足浪费的。哦，啊，这予大家，因为因无了解这个成本甲效益的原则。哦，啊，这上尾啊，我也简单啊做一个啊结语啦。哦，啊，咱即嘛先。来看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咱去想，有诶建迄个警察单位啊，警察人员啊，他会说我在执行公务，是不是？你去听到安尼？什么叫做公务？实际上，因拢是叫做公共事务啦。伊咧做这件代志，啊，有符合着啊人民的啊解决人民的问题无？啊，是毋是爱满足啊人民的需要？咱去想，即摆有诶讲警察局讲啊，阮囝都较慢转来吼，啊，也是我较含班，啊，阮囝啊下课来。到警察局，啊，恁敢照顾这里？啊，有诶，过年啊，讲我要去领现金啦，领较济啦，啊，恁来甲我斗三工这里。咱大家去想看卖这个逻辑，这是啥？来解决人民的问题嘛，甲人民的需要嘛，他们。打官腔就是，啊，我的什么执行公务？啊，你执行公务都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啊，人民的需要啊，啊，互咱啊社会较爱扶持啊，较和谐的啊，大家较人民过得较快乐的哩。啊，目的是啥？啊，咱。国家啊，有这个安全感啊，各方面遮啊，伊所定出来遮的条例啊，就是要予咱来做遮个做公共活动啦，引出来叫做公共活动啦。啊，当然他们耍官威说我在执行公务，安尼大家。有清楚无？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拢有一张，提出来看卖咧。提出来看卖咧哈，大家拢提出来看卖咧。咱顶一张的意思。啊，
一月一号又回来参加新春啊参会，你也摕来手看卖咧。啊，请好，我有个人无转来，无清楚。咱的后壁这个舞台上啦，都是这个啦。那要好，提这个好，大家国家强这个印象是什么原因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看这个要好，咱所住伫台湾的人民啊，拢爱知啊。咱阿爸接政权，一定要爱安怎？一切为百姓设想，啊，咱家就是讲为百姓设想。大家应该足清楚，所以咱家的以后有决策的时，你特别做计划、做执行，啊，要做这个要做。啊，控制拢爱去想着讲，这件代志做落去，人民啊，诶，问题有甲解决无？唔是讲应付安尼就好咧，爱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呢？啊，有甲满足人民的需要无？所以希望大家爱记在心里。安尼来受训，等来华丽点招，意义才有。啊，无都甲流氓政府同款啊！我在执行公务啊，所以咱一切为百姓设想。好，安尼大家清楚啦吼。好，足感恩啦吼。要过来，即摆要来讲到成本啦，要来认识成本啦。吼，成本啊，较简单的讲，咱大家在想，咱依照咱的生活来讲啦，我一抓要来咱中央啊。上课一定塞车去驾到高铁，爱驾到高铁遐爱开偌侪钱？坐高铁甲这个啊遐到做桃园开偌侪钱？桃园坐计程车甲这爱开偌侪钱？算算诶，这叫做支出。好、哦、啊，这那是会使讲是成本啦。诶、欸，啊，成本有当时啊讲，诶、欸，啊，我的收益偌济啊，做这件代志收益偌济啊。我讲今日来遮讲课，大家呐心有用力，拢有听我的演讲，安尼我的收入就无限大，比我的成本。啊，加几啊倍，所以这点大家爱安尼想，所以我愿意啊，我愿意付这个成本，付这个支出来给大家上课，因为咱的目的是啥？赶紧把流氓政府的给赶去，去金门啊！妈祖平潭岛，啊，咱赶紧啊，执政，一定无同款就无同款啦。好，啊，这安尼，咱用较简单的一个图，予大家知啊。这个基础啦，啊，
分到两款啦、啊，这个支出就是啥？伊的迄个经济效益啊，一年过一年的啦，金额真大，无用也袂了，无用了的叫做财产啦。啊，那用了的啊，一般一年都用了啊，啊，金额较少。叫做收益的支出啦，啊，这叫做费用啦，啊，这个费用是有相对的收入的产生，啊，那无相对的叫做损失啦。可能这个观念大家爱了解，讲咱开出来有的要会留咧明年才阁用得到。安尼一部分是叫做要有财产的咧，啊，那开出去的，啊，那有收到利益的，这叫做把它列到费用，啊，那拢无的，损失去啊。什么决策，我爱考虑到这个因素，好、哦，所以讲咱爱认识这个成本。啊，过来，假设这个成本啊，咱啊成本啊，咱爱考虑到足济咧。考虑不当的时候，安怎？那啊，因为决策上啊，啊错误，啊，咱迄个有做啥？啊，有不利的经济后果，咱。记一个台湾，这个的，咱讲的核电啦、啊，核电对台湾是不是有利？啊，这个决策者是不是爱负责任？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！啊，咱个迄个大屯山是活 火山，真正。卡不定嘞，大家唔知。活火山的周围盖一些什么核四、核能发电，啊，都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替代啊能源。台湾，咱台湾迄个日头。热天，啊，那寒天，拢啊有日头。太阳能发电无去处理，啊，讲啊讲假同款，啊，无普遍，这就是执政者的心态。所以，咱阿摆咧执政的时候，做决策者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咱要搁甲大家讲吼，那错误的决策，那个冰岛啦、希腊啦，国家破产嘛，这样吼，这有这个例子吼，咱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咱要了解讲成本管理，爱了解。吼、哦，诶，几点啊？第一就是，咱台湾的天然资源一定是有限的，咱无法度甲美国比，无法度甲巴西比，所以咱爱去研究天然资源较少的，瑞士，瑞士下面。上出名，啊，过来，指标啊，哦，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啦。过来，咱想讲，新加坡，伊的币值较低嘛。我二三十岁啊，去新加坡，
甲台湾比1:17，啊，即马新加坡的币值那叫稳定的。有个朋友甲我问，伊伫其他的国家，我赚的钱要寄阿带啊？我讲讲，你去寄新加坡，新加坡的贬值足少咧。新加坡有资源无？无什么资源啦、啊。咱台湾都爱甲伊学习。新加坡有啥？变形啦、啊！美国摕个囡仔。去啊！车讲乌白话，抓到你那是变形。美国总统讲看会变变形无？歹势，那是变形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咱爱去学习世界上咱认为甲咱较共款的，安怎来做？啊，咱要决策的时啦，啊，拢爱考虑讲啊，这个做决策的时啊，爱有一个行动甲过程。哦，啊，这决策做落来，一定安尼做，一定要完成。迄、那个若是本土台湾人咧做行政院长的时，雪山隧道，国民党。无几啊年拢无未通啊！大家唔知影这件代志无？知影举手看卖，有诶呐拢唔知影较济。啊，啥物人无通诶？尤其坤，啊，当然迄阵阿扁咧做总统，就。尤其坤去，尤其坤，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咧做嘅代志。啊，咱阿伯啊，咱咧执政嘅时，爱国比啊流亡政府体制内的佫较认真，安尼咱才有意义啊。好，啊，这里、个。我大家知影吼，啊，个咱迄个主要呐，企业讲要啊价值最大化啦，啊，咱国家就是国富啊民强嘛，咱国家的财务足好嘞，啊，甲人民的话足健康幸福的，吼，啊，咱规定的使命吼，啊，这就是这时间上的因素啊，和大家来看就好啊，吼，这。啊，这要搁甲咱靠关系吼，决策者以后做决策者，拢爱做规划。规划的时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规划会规划好，啊来执行，啊来啊执行的过程中间啦、啊，人事的安排、责任的划分，吼、哦，啊加啊进度的啊协调。啊，甲对咱爱福气甲其他资源的分配啊，拢爱有相当会做啊计划行动，这个计划出来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哪里管代志的时啊，爱考虑到这個、啊，当然爱考虑到讲资源分配上的问题啦。好、哦，啊，甲预算编制上的问题啦。咱以后啊。绝对不爱学流氓政府这套，伊的工程、公共工程做了后，拢个啥？追加预算啦！我是合法的啊，招标啊，标到咧上低啊，这拢一连条啊卡啊，标到了后再来安怎？追加预算哦，这个工程要啊一年做不出来，两年哦，要三年、四年一直在追加了。
这拢是啥？拢是咧咧烧美金啦！大家烧美金知影无？啊，甲美金创伫啥？诶，水底下底啦！即马这个风声，佮传到去中国去安尼，中国遐个贪官个高官啊，我甲伊个美金讲，我创伫水底下底咧。我足流行诶！我台湾咧带动中国，啊，这就是你讲，就是迄道事实。林毅是因妈妈诶代志，啊，这知诶人举手看卖咧，迄有诶人毋知。所以吼、哦，大家爱有这个啊，这个心吼啊。所以讲，咱咧编预算的时候，绝对无迄个要做啊最佳预算。一道手法是用这种最佳预算来逃脱这个啊监督啊甲官商勾结。这个问题，予大家去想。咱高速公路是毋是咱交钱起的？起好啊，对无？讲为着啥？讲要开安尼通车较紧啦。啊，通车较紧，咱政府家己来设敢毋好？家己趁敢毋好？伊安怎？讲叫啊 ，EDC 啦，吼、哦，啊个啊 EPEC 啦，按照好你加载一回，交通部要叫我去审查我相关 EDC 的案子，我迄阵甲回绝，啊，我来去审查，我去可能去个套子，安怎套子？实际上，这叫做公共建设，啊，那叫做公共事务，这是咱交钱所起的路，咱都唔是山贼讲，哎，这路我开，树啊我种的，过路，迄个做啥，金银财宝拢留落啊，那爱命都人过走，啊，都唔是安尼讲。古早看歌戏，你知吼？啊，去碰到山贼，讲有安尼呢？哦，对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就中国遐传来的啊。咱去想看卖，有个人，你若去啊，设站在想，到设站从 iPad 去就好啊嘞。嘿，即马所有的老百姓跟起你高速公路，伊就要甲你算啊，看有像啊无像。哎，啊，搁安怎？搁有当时后边甲你算嘞。嘿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安怎？现在你望政府做甲安尼？啊，要走路啊，要拼一担货，这要做啥？啊，咱因为美国安尼讲，无缝接轨，有甲咱交代讲无缝接轨，真正足冤枉，已经涉过啊条约签签的，到时叫咱去认账，先看到时再搁讲。所以，拢创一挂互条啊卡去包啦。迄实在包趁钱的，也毋是讲会了钱的，讲叫人民来啊，迄、那个怎企业来投资？啊，那了钱的企业敢要来甲你投资？你食较歹的，所以咱爱有这个想法，是安怎安尼？
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流氓政府的整个政策，伊就是要剥削咱人民过得较歹过。啊，我乌白做，恁拢未来加管，恁干那咧过三顿尔啦。有诶，都拼三顿，拼到哪有时间？伊讲啊，什么人来管就好啦。一寡朋友讲，什么人来管就好啦。啊，都讲三顿，我巴肚顾会饱就好啊啦。伊就无了解，好啦，恁安尼，伊就乌白甲你补。恁诶钱拢直直报去，啊，搁无增加。实际上是安尼嘛。遐官员拢。那公务人员知影，我若做过公务人员过啊，一年过就升顶嘛，啊，迄是啊晋级啊升级啊连资啊升级啊，迄都固定拢爱直直升的嘛，迄个唔是另外追加的加薪呢？有做过公务人员，大家就知嘛。当然，伊安尼讲就是讲，秘书长有甲咱讲，咱遮个拢是革命先行者，咱我爱家己照顾咱家己遮个革命先行者。但是你的出发点，你一定爱安怎？为百姓设想，安尼就成功啊啦。好，咱这吼时间上吼啊，咱我和大家扩灯去看吼，卡啊来讲一寡啊，这个问题啦，这五种成本观念嘛，啊五种决策。上重要的成本观念，但也是最常被遗漏的、忽略的，是安怎讲？这几点啊，大家爱去了解啦。啊，我加较重要吼，什么叫做沉没成本？什么叫做机会成本？这机会成本吼，啊，咱啊先讲沉没成本，就是讲，咱未使何时要停掉，咱未使讲，咱国开啊，以前已经开啊，几百个呢，哪会使停哩？啊，你都唔对，话停，遐叫做沉没成本，遐拢无算啊，免考虑掉啦。这个机会成本跟人讲，咱起一间厝，咱成本投入，这间厝起好，是要家己住，是要来开店，是要来租人，看倒一个较有利啦。那是咱就咪讲，即马来做人，都固定个啊。哦，安尼咱即较有利。安尼，即个但是咱做家己住，咱都爱过。咱啊家己住，都免过去租厝来住。租厝遐成本偌济？咱即马。租人，租人成本偌济？这个就较，咱损失这个上济这个，就叫做机会成本啦。咱爱了解讲，咱的机会成本偌济？你唔知有清楚无？这好，大家好了解者就好。咱足重要，就是头拄下就甲你讲啊，成本效用的原则爱知啊。成本效益的原则啦，咱就是讲要了解讲
啊，身份甲效益的关系啦。啊，来依照合理的，咱就是讲身份甲效益的啊概念，就是讲咱的效益爱大于成本啦，效益要大于成本啦。安尼啊，才会使啊有这个。迄、那个咱叫做执政要来做的代志啊，咱一定爱有这个讲效益啊，这个益本比啦、啊、要大于益啦，就是收益加成本啊大于益，这个收益比较大，收益比较大啊，成本啊较低一点啊，就是啊就是益本比啊，益本比啊要大于益啦，吼啊大于益就无这个蚊啊管。啊，咱上重要是啥？咱基本大家拢有啦。回去吼、哦，拜托29条，公务人员吼、哦，阿拜做公务人员，29条就是税出啊，迄、那个编迄、那个预算的时是根据这一本29条的规定。我来看，咱29条吼。哦啊，基本大家拢有啊，等下啊看啊，这是主要吼、哦，小于一的不能执行啦，吼、哦，按照比例排列，所以无迄个蚊仔管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过来，咱这个清楚啊，重点伫遮，咱上尾啊结论就是讲公共事务啦。就是要有这个成本的观念，啊，你要有这个成本的观念，你就要做好事。做好事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态度。态度，咱讲咱要来服务的，袂使讲唔是哦，我是公务人员来，我泡一个茶啊，就报纸望现啊。啊，那人要来办代志，讲啊，你什么证件无下啦，明仔载再过来啦。安尼袂使哩，你都这都是态度的问题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态度，就是啥？其实执行的诶效率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等效率，啊，过来是要有心啦。咱昨吼，好底下咧报道是摆足长咧，诶，啊，咱诶同仁都发现着讲啥？安尼袂使哩，家己主动。过来去办创两条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要有心做对了事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这个是爱予大家足清楚。啊，用时间关系，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啊，下课，各位同学，今麦下课休课，啊，楼下有一张用餐呐，谢谢。请各位同心把椅子靠上，谢谢。